们管理员很多，有四五个管理员，今后有什么问题，那管理员直接去解决。那菜都方便了，现在能看到菜的新鲜了，能看到菜的来源，起码我吃了放心。应该还可以吧，就是消费的比较清楚。因为我看他这个包括你买的这个肉的部位啊什么的都挺清楚的。